哎呀，这太气了，这闪电！对呀。来我这个吧。咱们回来的那个胡辣椒，哎，那个做油泼辣可好吃了，哎，小雪，很凉面里，倍儿棒。哎，你看那皮鞋好看吗？不好看呐，还是上海子的样子好看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来吃碗豆腐脑，咱们还是回去吃吧。不，就在这儿吃，那么大的饭店还办不过一个小摊儿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啊。凉完豆腐脑啊，好。哎，谢谢你嘞。我特爱吃豆腐脑，这儿做的还挺好吃的哎。你看，对面的那人也不是看什么呢。什么事儿？刚经理有请。刚经理，快走快走。啊，得了，走吧。豆腐脑开工。同志，你再等。啊，谢谢你。没事。什么本啊？备忘录，外交部的，小吃部的，记得净是各种小吃。他呀，看你看的，两个眼珠啊都对起来了。什么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走吧。张经理。没在。你先到里头坐会儿，我去找他。啊。张经理。嗯。康经理，嗯，牛红来了。哦，请书记来一趟。好，好。哦，康经理，你来了。老钟，你过来一下。等了一会儿你没来，我们到外边转了转。牛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新调来的。我认识。啊，认识认识。坐吧，我们辩论过一个问题。上次我不知道您是书记，我态度不大好。妞儿，我们跟你谈一件事。老钟，你谈你谈。小红的姐，有人找。哟，满凤来了，大姐。小红不在家，屋里坐吧。不了，大姐，
我就跟你说说吧。啊，来，你说吧。我怎么了？你们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我？是不是小红欺负你了？坐下慢慢说。我和小红的事儿，我跟我们家说了，家里都不同意。那您跟他说说，以后别找我了。行，我跟他说。那我走了，大姐。哎，大姐。哎，来了。谁呀？找小红的。满凤。嗯。吹了。妈。可也是。过了门就伺候摊婆婆。谁愿意当这个老妈子？得了，进门就当家，媳妇说了算，这样的主打着灯笼也难找。大姐，你走吧，别等了，等年下你就29了，都怨妈的病把你拖累了。妈，您甭管，没您的事儿，都怪小红自己没能耐。您瞧他那副蔫头耷拉脑袋的倒霉相。小伙子，买两条吧。今儿个我有功夫伺候着你跳。他心儿何也小金鱼儿嘞。你怎么上着半截班跑回来了？嗯，我喂过鱼食了。哎，出了什么事儿？没有。你怎么不去上班啊？小红，怎么了？哑巴，你倒说话呀！有事儿？什么事儿值得上着班跑回来？病了。
到底哪儿不舒服？没有。那你大白天挺什么事？你准是出了什么事儿。哎呀，小祖宗，把汗衫和裤子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哎呀，该死的，你瞧你那双臭脚丫子，把我的凉鞋都弄脏了。起来，起来。你这个死肉蛋，刚才人家满凤来了，把你给蹬了。哼，就瞧你这个赖样，让你打一辈子光棍。起来。三房菜，大子鸡丁报两样，您的菜齐了。哎，同志，开票啊！等会儿着急。哎，我们都来烟了。那没办法，什么都让得一个一个开。你有没有先来后到？先来后到怎么了？你等着，你着急出去吃去。哎，什么态度？哎，就说态度，什么态度？哎，快让你们后来，那没办法。你看人吃上了，没见面，没见面呢，你们。姑爷怎么学的？瞧你德行，瞧你这样。找你们经理去。没经理，经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来这么点时间了，来一个多小时，我马上给你们开票。真没见过，你先坐着。空气，早给他开除了。坐坐坐，没见面的服务员，太不讲理了。别理他们。是，来吃饭吃了一肚子气，什么菜了？没事，不吃了，不吃，真没见吃，死头了。服务员同志，来了。哎，开票，开票。好。什么点吧？来个香酥鸡块。没有。家常豆腐。没有。海米白菜，没有。你们都有什么呀？你看，妈，准备吃饭。哎，你这是抽的什么风？大姐，大姐，公司让我到春城饭店当经理，你说干不干？什么？当经理？嗯。妈，小红要当经理了。哎，来，你干什么？起来，你慢点，出来，又来这一套，来，得了吧你。来，我看看你手相，你别动。姐，你的事业线又深又长，比一般人长，干，为什么不干？瞧他那个傻样儿，怎么能当经理哟？妈，您别管。姐，我想试试。好，别出阵。打起精神来，人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，有了机会就得死死地抓住它。嗯，姐，嗯，吃了饭你给我推个头，完了陪我上街买身衣服成吗？好，先把这身皮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，一会儿到水龙头那儿冲个澡，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去上任。走，姐姐看看。走。哎，某日啊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同志，晚点还没吃饭，你随便该弄点啥吃都中啊。啊，有桌椅板凳，你咬得动吗？耶，你吃枪药了？又不是谈恋爱，还得甜言蜜语的。你这是啥话？你啊，你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切，哼，切。刘静英，您也不嫌累啊，又去画画。嗯，早点回来啊。好。金英，哎，金英，公司来电话让咱们接新经理去。小石，嗯，又派新经理了。嗯，谁呀？不知道。哎，咱们这些联合国军挺自在的嘛啊。都接过三回了，走的时候连个招呼也不打。我不去。得，我去，闪开点。哎呀，这傻子，金英，陪我去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哎，那是勺子，不是足球。顾客要快汤的，能用脚踢吗？那
嘿，阶级斗争脸儿，讨厌！您又发动阶级斗争了，赶紧熄灭了吧！去去去，帮帮忙，开门！哎，傻子，你这是干嘛？创造新生事物。哎，你说这孙经理就算调走了，溜着倒快。嗨，连钢经理都蹲不住的点儿，谁来都一样。哎，借光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傻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店里不是没有小卧车吗？可咱有自制的三轮敞篷小轿车。我呀，就是要寒碜寒碜他。坏劲儿的，这就会出洋相。哎，你们先上车吧。去，谁让你当猴耍？就是。走，走嘞。哦，来了。哎，好，来来来。哟，首席新闻发布官来了，来来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坐好坐好。哎，说点什么？绝对头号新闻。什么事儿？春城饭店任命新经理了。哦，谁呀？牛红，牛琢磨。哎，真帅啊！公司里边最年轻的经理，年方26，尚未娶妻。啊，那儿可真够牛琢磨喝一壶的了。那么大的饭店月月赔钱，谁当经理啊？脸上也得挂火。哎，要是我呀，要是我就干，把年轻人推上去啊，100%的正确啊。钟书记来了啊。哟，钟书记好热闹啊。老钟，今天全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儿呢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去看看。老钟真英明啊，早该把年轻人推上去了。把春城交给牛红也不轻松啊。是你把春城这几年的报表找出来送我那儿去。哎，牛红来了，快快快，好，那老爷，走走走，去看看去，看看去，看看去，看看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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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宝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班长，哎，这是那怎么回事？新任命的春城饭店经理牛红。哎，你瞧你瞧，少年得志，得意忘形。哎，现在哦，太意思了，上来上来，小伙子，嘿，可以来，什么哥们？哎，你看，哎，来了，别打，别过，别过。哎，你瞧，知道他们混什么？混什么？嗨，真笨，还得穿上新衣服。哎，知道他们混什么？嗯，走，咱们回去。哎，咱不是来接新经理的吗？他还不会自己去？就是，叫他自己去。真的？哎，我那小轿车不就摆起来了？哎呀，你这傻子！老师，走。没路。我说咱们走，二宝，咱们去。小石，快走。嗯，我说走吧走吧，好吧。嗯，闪开点啊。二宝，瞧着点儿。知道。哎，干嘛不让他坐咱这敞篷小轿车？你没看见这回的经理跟以前的不一样？别出他的洋相，怎么个不一样法？这回是个小青年儿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哎，当院站着那个穿着一身新，你还跟他哄了半天呢。就是，我光顾哄了，什么也没瞧见。你这个傻子，我有一个预感，这个人到咱们店来有戏。那，你正好可以抓点素材。你忘了，在豆腐脑摊上，我都给他画过像了。哦，是他呀。瞧，来了个小伙儿给你们俩高兴的。气你的吧。你们什么时候对我也这样德行？哎，嗯，你们上车吧，咱们能快点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，来来来，你来你来。哎，锦英锦英，你上你上你上上，哎，来个有分量的。讨厌，200来斤。哎呀，坐好了。开车喽。二宝慢点骑啊。知道，慢点。别起哄，傻子，你打
今儿个是我到春城饭店的第一天，对各方面呢都不熟悉，没有就职演说，只想通过点名和大家认识认识。嘿，真新鲜，点名了啊！先点我的名，我叫牛红，烹饪学校毕业，原是公司经营科的科员。下面咱们就点名，我点到哪位同志呢？哪位同志答到？崔芬，到。嗯。孙连江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叫你喊到。到。窦忠莲，到。石新菊，到。好帅呀！天哪！邱二宝，哎，是咱哥们儿。啥？二宝，这能成洋相？刘俊英。刘俊英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星期三，他学画去了，不关心服务工作吗？就他特殊，就学画去了。谁批准的？一年多了，一直是这样，就是他调春城的条件，得取消这个条件。人家孩子爱学，什么错？郑烈，这个新经理绝了，不进话，光点名，不知他琢磨什么呢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公司的外号叫牛琢磨，咱这可不敢这么叫。我看叫琢磨经理就挺好，怎么样？哎，哑巴。政治哑巴，哎，停停，来了来了，看好戏呢，给。牛经理，你是？我是刘俊英。你就是刘俊英？你怎么？不怎么。我刚从油画讲习班回来，每星期三去半天。这是调春城以前和公司讲好了的，每次换经理都要卡我一下，这个春城又走马灯似的换经理，新官上任要放火，都先拿我开刀。春城饭店要整顿，且轮不上我刘俊英呢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不认为我可能会支持你呢？小石，你看看。哎，
经理，这个数对吗？请进。牛经理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什么。我喜欢画画，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一点，可阻力也太大了，真的不得不以攻为守。今天我……你是对的，人应该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，可是今天你也不至于这么……小事，接着算吧。打今儿个起啊，咱们定条规矩，每个人下了班以后啊，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服、工作帽扔到洗衣机里，洗干净晾好再回家。这是我的一点设想，你帮我画成图，成吗？往哪会画呀？你看，这张是一楼的普通餐厅。我什么不懂呀？这张是二楼雅座。你怎么还懂建筑？嗨，我坐办公室的时候瞎琢磨的呗。你不懂，我来。可是，可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向银行借的贷款。你挺喜欢这件事儿，是吗？是。你呢？我看不出里头有多大意思，不如画画。嗯，是。知道。开吧。哎，是啊。哎，你家呢？坏的。我们旁边那家也是，烧包买了台洗衣机，您猜怎么着？啊，不赚。二宝，看看那个插头。啊，买的怎么样？哟。这个二宝，真满的哈，开吧，转的真快呀，我先洗。同志，还没开门呢。我找牛红，你是？他在吗？牛经理，有人找。牛经理，啊，你来了，有事儿吗？牛红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来，坐吧。咱头对象来了，是吗？哎，谁呀？可能是他女朋友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快看，牛头的对象来了。哎，都来看呐！牛头对象来了。哎，轻点。我又跟家里说。够帅的啊！真够滋润的啊！经理，谁呀？盖了。不行啊，咱配不上。哟，你连这样都瞧不上，别挑花了眼。我命里注定，只能找个同行。哎，那就在咱店里找一个。哎，你别呛火，这也说不定。哎，经理，你别拿咱穷哥们开心了，把您挑剩下不要的，照顾咱们店里的老中青光棍啊。哎，给咱老王留一个。我不挑不拣。经理，还是给我们邱二宝介绍一个吧。这小子，他想媳妇儿。都想傻了啊！
别提这个好不好？再提啊，我可受不了了。有本事你弄几个让我搂搂。这个钱，这个哪来的？买的。大嘞，哪来的钱？得十几块吧，快用冰片上。给你这个。哎呦，今儿怎么了？谁这么出息？给我拿这个，给我拿这个。这是琢磨经理掏钱请客。真棒哎！他干嘛掏钱请客？哎，豆正脸，这大概是糖衣炮弹、西瓜地雷吧？去去去！哎，胖墩儿，你今儿怎么这么早班？今儿不有会呢吗？一听说开会，你就骂骂咧咧的。这是新经理头天亮相，大伙儿都憋着会呢。录了吗？就职演说开始了。现在开会。今儿个立秋，按咱民族老传统呢，立秋这天得吃瓜，这叫咬秋。咬秋就是象征着咬出一个丰收的秋天，事业兴旺，硕果累累。今儿个咱们也图个吉利，为了把饭店办好啊，大伙儿集体咬秋。天宝赵丽，把西瓜逮了，咱们边吃边谈。好，我们让他们有了秋，给我们一个。西瓜还多么听你句话，不能啊，光我们在店里咬秋，考虑大家下班的路上要给家里买瓜，所以今天发奖金。联盟人，那可能吗？你们不信？真的？这月我们堵了漏洞，不但没赔钱，还赚了8000多块。按照今后的发展，这月奖金定的是最低基准线，以后逐月增加。你别吹牛，拿话填个咱老百姓。我不吹牛，咱春城地理位置好，条件好，可惜没有办好，完全能办成第一流的饭店，现在却成了五流的大锅煮食堂，破破烂烂，脏了吧唧，连小孩都能跑到咱饭店打架扔石头子儿。俗话说，店大欺客，客大欺店，有谁敢瞧不起全聚德和翠华楼？可谁瞧得上咱们？有位顾客写信提意见，说我们春城可以改用槽子吃饭，挖苦咱们呐卖猪食。谁这么说呀？叫他叫我，我跟他说了去。我想办法搞了点钱，改变春城的面貌，改革经营管理，一楼薄利多收，二楼高档雅座，咱们恢复特色菜，创出名牌。哥，经常不说话，动真格的，还是景德镇的瓷器，一套一套的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说走题了，下面请会计实薪局发奖金。那我算一下，哎，借火。哎，多吃点。先发一等奖，崔芬。哎，请客啊！哎，等等。这奖是谁评的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孙师傅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这奖评的不合理。那这奖不是大伙评的，是我定的。我不赞成。这不成一个人说了算了？当然是我说了算，因为我是经理，了解顾客的反应，掌握全店的情况。还是这样好，评奖评奖，越评越僵，
为了几块钱撕破脸皮多不好啊。反正我不同意崔芬得一等奖，上礼拜他迟到过两次，工作时间戴金戒指戴耳环，刺鼻子刺眼，那天勺子掉到地上他不用手捡，用脚勾。哼，也真是嘛，忒过分了。哼，就你好，奖金多少你认得？你没迟到过，上星期不说，大前天你就来晚了，成天到晚不是跟这一吵就跟你打。你说，哎，哪个？哎，你说，哎，录下来。我跟谁打了？哎，录下来啊。那谁跟谁打的？都叫你打遍了。太热闹了，你给我指出来，要不咱没接没完。哎，君子动手不好。你给我指出来，我才见着挨着谁了？你没有就演戏，偏待，气死你！呸！就是气死你！我才不稀罕，臭美，你才臭美。好啊，瞧你一脸横肉。你嚎什么？嚎就是没理。别哭，吵，嚎什么？吵什么？什么你这么没理。你们二位可以告一段落了吧？这是在开会。我决定把崔芬和孙连香的奖金从一等降为二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争吵，为了几块钱出口伤人，语言粗俗低级，不仅丢了你们自己的人，也丢了我们大伙的身份，影响团结，破坏电风，理应全部扣除，念其初犯，只降一级。我一分钱也不要，你都扣光吧。好，这不叫扣，这叫你拒领。我看你把这笔钱怎么处理。当然分给大伙，而且马上就分。会计，你算一下。好。从今后立条规矩，凡是相互攀咬又毫无道理的，扣掉双方的奖金。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没事没事，录音机。好，继续发奖。一等奖赵永利。一等奖刘俊一。一等奖范光明。一等奖李娟。一等奖梁小丽。请进。是你。这谁养的花？怎么都是球球淡淡的？小石。石心菊。你觉得丑？反正不漂亮。你要看见他们开花，你就不会说这话了。看什么书？红叶。哦，桑园的中篇小说集，我看过。这个作家有才气。你找我有事儿？哦，你画的图我看了，挺好。这两天我在想，把二楼的西墙搞幅大壁画。怎么样？你会画，认识人又多。那哪成？我哪敢画壁画？有什么不敢？给你钱，给你时间，好坏我都认了。我没学过壁画。我出学费，去找美院壁画系。他们画，你搭下手，跟着学嘛。请你帮帮我。为了饭店，你也应该两肋插刀嘛。你真是个牛琢磨。回家吗？哎呀，晚了。我送送你。不，不用。反正我也没事了，有半个多月没回家了，也想回家看看。你怎么这么晚才下班？我今天有点事儿。啊，这是我们新来的经理。哦，年轻的经理，你好，我是桑园。你就是那个作家？嗯。你的部下背地里说了你不少好话，我已经下令让他搞你的材料了。老桑。作家同志，你可别把我也写到你的书里去。要写，写一个年轻的改革者，而且要拉着
俊英一起写。咱们走吧，你聊起来就没完了。好，再见。明天见。小伙子，买两条吧，里头去吧。哎，哎，去去去去去，去一边玩去。来，您慢着。哎，啊，慢着。小红，今儿晚上我演出，饭菜都在大桌子上呢，等爸回来你们就先吃吧。哦，今儿个满凤又来找我了，说着说着都哭了，把我给说软了。你再掂量掂量，人家已经认错了。再说，他好赖是体校的正牌教师，你倒说话呀。我没主意。你没主意就好了。不让你等谁呢？得了得了，小伙子甭挑了，眼儿都挑花了。你这岁数心眼忒活，你信不信有好的你叫你错过去啊？两条啊。好嘞。哎，对啊，啊，啊，哎，您慢走，哎，我是牛红，啊，张科长，有事儿吗？今天天真热。待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们到故宫看去。落着热天，太好了。哎，同志，这菜不对。干嘛？我要的是鸡丁。是啊，这明明是辣子炒肉丁。就这个，没错。不是这个。什么叫没错？我要的是鸡丁，你端上来的是肉丁，怎么是我没错？你们刚才说的要跟那桌上一样。那个桌上就是辣子肉片，我要我们明明要的是这样，别财迷了，谁财迷？什么时候收你的鸡丁钱了？你钱还在这放着，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看什么态度？这本上明明是人家辣子肉丁，什么时候收了辣子鸡丁钱了？哎，什么时候收了辣子鸡丁钱？找你们经理去，找经理。哎，张姐，扣他们奖金。服务员有听错话的时候，顾客也有说错话的时候，大家为了吃一顿饭，犯不着这样吗？光修门帘是什么用？看看你们这服务员，太不像话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什么态度？回去好好想骂人家。哎，回来，还有菜呢，菜呢？哎，太沉住气，吃饭生气。好了好了，你见识见识，别生气了，我们服务态度不好，请你们多多原谅吧。又吵起来了，顾客直要找经理呢。俊英，大姐，你来了。你们忙呢。大姐来了。
我请来了东方服装店的郑师傅，一会儿给你们量尺寸。干嘛？给咱们做新店服啊。嘿，太帅了。好了。哟，来，听上，真好，这衣是你画的，不是，我来吧，小石，大姐，我干活去了。哎，走了。明儿休息，我带你到四连理发店烫个头，我给你设计个发型，包你漂亮。不，我不烫。让俊英劝劝你，你看你好朋友俊英的发型。放心，马上，我们要整顿饭店，改革制度，扩大经营。饭店的面貌要变，服务质量要变，食品的规格和品种也要变。二楼要卖精美食品、名贵炒菜，一楼卖大众食物、风味小吃。我们早点的油条要比别的店炸得盖儿大色儿正，又香实又脆。咱们大家都来琢磨琢磨，怎么把生意做活。比方说，春节前北京老百姓喜欢冻起一缸馒头，正月十五以前不做饭，咱们呢就用鲜酵母发面做馒头，推小车到街上去卖。平常多生产大陆食品，过年过节和办喜事儿，人们不怕花钱，就图吃个舒服。我们就生产高档食品，设家庭专宴。知识分子时间紧，怕排队，我们在高峰的时候就卖快餐。谁呀？我。进来。你坐吧。你有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坐吧。干嘛垂头丧气的？没下午吵架的事儿？你能改变得了春城的面貌，可你改变不了人，那是整个社会的事儿。我知道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公司又打电话叫我去开会，我想派个会议代表，每季度换一个。那公司肯定不高兴。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必须摆脱这些会。你告诉小石让他先去。行。把这话送我吧。桑原同志怎么样？我们订婚了。恭喜你。小石，小石，俊英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干嘛不在家里收拾打扮？公司不同意我们在饭店办婚事儿啊！可这个时候了，通知人改地点，都来不及了。坐下。谁说的？孙兰香到我们家通知的，说刚经理都知道了。牛红呢？他今儿休息，他是有意躲着我们婚礼。可是他建议你在饭店里办婚事的呀。怎么办呢？
我去找他。牛红，牛红在家吗？小红在后院呢。啊，牛红，牛红。哎，小石来了。啊，牛经理，公司来电话不让刘俊英在饭店里举行婚礼了。嗯，刘俊英跑到店里直哭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啊，真急死人了。你等着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向公司里反映情况了。经理来了，谁搞的？刘俊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3点钟客人来，3点半接你，4时准时举行婚礼啊。刘经理，嗯，婚礼还能在饭店办吗？哎，已经定好了的事情怎么能变卦呢？谁变卦谁包赔损失啊？怎么回事？菜已经投了料，我和范师傅亲自掌勺啊。牛经理，公司来电话说反对大吃大喝，不同意刘俊英在饭店办婚事儿。我不信公司会有那么傻，不让我们饭店做买卖。铺张浪费是不对的，可正当的婚礼宴席又不犯法。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问。我打过电话了，有人反映的情况不属实。准是斗争了，是吧？搞了个作家，腰里有了钱，就在自个儿饭店里臭美。孙师傅，你可把话说清楚，谁臭美了？谁臭美谁知道，讨好谁不会，心里的那点事儿谁还不知道？他怎么这样子？太不像话了。刘经理，大姑娘出嫁前还不都得哭她一场，高兴的过了分，眼泪就特别多啊。别开玩笑了，说句真格的吧。好，说句真格的，这叫好事多磨，越是这样咱们这婚礼啊就越要办出个样来，这不叫臭美，这叫香美。作家追求咱们店的服务员是我们全店的喜事儿，今儿个肯定来不少名人雅士，咱们呢也要举止优雅大方，对得起刘俊英，怎么样？好，李娟、小梁，李娟呢？你们俩陪刘俊英回家当伴娘。来，哎，石新菊，哎，你负责接待作家、画家和客人。来，准备点纸业，让他们给咱店里留下点字画。改明我结婚呢，也在咱饭店办。啊，得了，你丈母娘还没生出来呢。哎，你们看呢？俊英，仙人球开花，象征着和和美美、相亲相爱，送给你，喜欢吗？小石，谢谢你，我喜欢。经理，你是不是上去讲讲话？来，新郎新娘，祝你们新婚幸福！祝福祝福祝福！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来喝来。多喝，来来来来，你瞧人家刘俊英，找了一个作家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好嘞，好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太棒！来来来，来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来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这个哎。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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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祝你们幸福，来一块儿吃啊。
刘经理。我敬你一杯。张经理，哎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了？人家春城的每个职工分了一套新房，我们那儿的人都哭着闹着要调春城。他们哪儿来的房子？人家有钱，出了一半钱，给了一个什么研究所，人家分给他们一半新房。无法无天了。就是嘛。牛红到春城多长时间了？一年零两个月了吧。把这一年两个月的报表全拿给我。好。你让他们帮咱们去热了，去挖去挖。牛红，哦，来了。你是牛红吗？胡闹吗？叫个男的怎么出来一个女的？牛经理没空，我是这个季度的会议代表。说过多少次了？什么叫会议代表？今天是各饭店经理会议，你能做主吗？牛经理说了，谁来开会谁做主，做不了主的，回去商量。你马上回去叫牛红。我管不了，你们可以通知他。我是选出来的代表，谁愿意受这份罪？对了，我真是春城有钱，不是啊？公司为什么不调上来？春城的奖金为什么比我们多？杨总，春城都办成资本主义了，谁说不是啊？这没办法，这家伙开不上。经理，什么不像话？什么东西？一个女都气走了。哎呀，这回可热闹了，把经理气走了。这怎么？经理走怎么开不会啊？别开会。啊，再见了啊！再见，咱们买点菜去吧。刘刚同志，您好，您是视察呢还是吃饭？你是裘二宝 ？Yes， 我找牛红。哦，他在楼上呢。刘经理，您来了。
牛红在给谁上课？待业青年。什么课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们饭店赚了点钱，牛红就烧包烧得难受，办代销点儿，打我们的旗号卖我们产品，牛红给他们讲经营管理呢。你们店还私自向外投资？嗨，牛红贼胆儿大，没他不敢的事儿。而且他在这儿忒霸道，我可不敢的。刚经理，怎么了？让您久等了。你谱大，请不动。我来看你。啊，你们谈，我收拾家伙去。那办公室坐吧，这儿挺好嘛。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呢？没有。那公司召集的会议，你为什么经常不参加？我们饭店没有副经理，我不能成天泡在会议里。我们选出了会议代表。谁承认你们的会议代表了？突出心裁。我一个人顾不了两头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这个月，机关机构改革每周两个半天。学习新宪法三天，检查卫生每礼拜一个半天，还有计划生育、节水节电、新事新办，报表无穷，会议不断。哟，你好像对上级派下来的中心任务有股对立情绪。不是对立，是腾出时间抓饭店。我总不能光跟着上级领导的屁股转。跟着我转？你什么时候把公司放在眼里了？你们多赚的钱不交公司，修门脸盖房子，还到外边去投资。该交公司的我一分也不少，可是你也不能让我们手里没有钱。我不能像土财主把钱藏起来，我们应该是钱生钱，钱变钱，资金周转，把饭店办成活细胞。活细胞？我告诉你，下月把你们赚的钱全交到公司，由公司统一安排。我不能执行，公司只能按照利润指标考核我。至于怎么办饭店，请不要干涉太多。什么？这是国家的饭店，不是你私人的买卖。让我当这个饭店的经理，我就得按自己的想法干。你也太狂妄了，我撤掉你这个经理，写出检查再说。谢谢你把我给解脱了。实话对您说，从我上任那天起，我就不想当个完人，我要闯条路就得想到这一天。像斯大林那样的大人物还三七开，我是凡夫俗子，只要五五开就够了。可是我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群众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。这儿真热，胖老都塌透，就这剧场也没冷气。同志，牛华在吗？在台上呢。您能帮我叫一下好吗？好嘞，您叫。谢谢您。好，您等会儿啊。哎，好。来了，大姐，刘红让公司的刚经理给撤职了。什么？我们到处找他，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你等等，我就来。哎，好。
我们找了你一夜，你觉得委屈了，不想再干下去了。你听我说，有一次我去写生，在一个金色的林子里，有两条岔开的路，当时我犹豫了很久，就选择了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，一直走了下去。可这条路并不好走，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些，可我不后悔。谁都知道，人有两只脚，却不能同时踏上两条路，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艰难给予我们的都是痛苦。张科长，您早呢。哎，你早，你早。啊，刘红，哎，你跟他泡上了？没办法。是。哎哎，刘红呀，小四呀，我说你每天在钢经理那儿上班啊？我呀，非让他跟我说清楚。真有你的。刘刚同志，今天是我被撤职的一个月零三天，您还没有功夫跟我谈话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要么你替自己解释一下，要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。等我一下啊！哎，来了啊！哎，同志来了，切吧啊！老钟，找我哎。他不能天天到我那儿泡啊！事儿越闹越大了，现在已经成了全公司的头号新闻了。哼，下边饭店的意见更大。哎，看看这个，早晨寄来的，这是什么？报纸的校样。对半开的人物。春城饭店的经理牛红为什么被撤职？刘运英、桑园，刘运英就是春城的小刘。嗯，桑园是谁？他你也不认识？回去问问你家的孩子，一个有名的青年作家。你签字了？这个用不着我们签字。一登一大版，报纸一发表就难办喽。这个牛红还真成了孙悟空了。哎，好好看一看，冷静地考虑一下。卢黑，钢经理回来了。咦，他干嘛不回办公室呢？他那办公室让牛红占了。他这上哪儿去？上厕所了。嗨呀，
找我？刚经理找你谈话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他啊。看见刚经理了吗？不是说上厕所去了吗？嗯，都快一个钟头了，一直没见他出来。呦呵，坏了，啊，八成出事儿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一惊一乍的。你们忘了，去年传达室的胡大爷怎么死的？就是拉屎的时候心脏病发作，死在厕所里了。不会出事儿吧？快走吧！走走走走走，赶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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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刚经理，使劲！怎么了？推推！哎，踹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拉个屎都不得清净，可把大伙儿急坏了，以为您出什么事儿了。你们就不盼着我有好事儿？哎呦，瞧你！小孙，啊，你也开始胖了？今年三十几了？快四十了。哟，好快呀！你刚分到咱公司的时候还扎着两根小辫呢，那时候我也很苗条，一晃二十年。您记性真好。几个小孩了？俩女孩。两千斤，好好好，现在宣传女孩好吗？孙儿啊，你们饭店情况怎么样？您问的是牛红撤之前呢，您还是问的现在？都说说。哎。小红子姐，有人找。哟，满凤来了。哎呀，小红不在家，屋里坐吧。不了，大姐，我想跟你说说。又怎么了？我和牛红的事儿。是不是因为小红撤了职？哎，别哭，慢慢说。大姐，我过去做的是不对，可我们和好以后，我发觉他并不爱我。他工作顺心的时候，从来想不起我。我去找他，他也没耐心烦儿。只有他不顺心的时候，才想起我。他精神空虚了，又要我这样，又要我那样。我简直受不了了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散了的好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谢谢了。你来了。嗯，我们正要找你呢。有事儿吗？这几天大伙在一块议了议，
咱们春城要发展，必须综合治理。综合治理？对呀，我们不仅要搞好饭馆，恢复远香楼老字号，还要搞商店、办冷饮。有条件的话，再办出个旅馆部，你说行吗？这些我都想过了。哎，现在你也挺喜欢这些了。琢磨起来像画画一样的上瘾。可我……没关系，一条道走到底，这是你的事业。明儿早上在家等我们，找你有事儿。哎，什么事儿？等回来吧。怎么着？再这么下去没法干了。这个月指标又下降了，可不是？以后你下礼拜就回来。谁说的？是吧？听说钟书记支持你啊。对啊。哎，别胡说，别胡说啊！给。哎，小伙子，谁受得了你这么挑来拣去的？嗯？哼啊，正好。小红，昨晚上你是几点钟回来的？你好，早啊。哎，得嘞。昨儿个满凤来了，他跟你吹了？嗯。你怎么能对他那样呢？你不喜欢满凤，我知道。可是人家俊英结婚都一年多了，你还惦记着他。你听谁说的？你撤职那天晚上，我从石兴菊嘴里套出来的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姑娘的心是感情的雷达，你们男人那点小伎俩瞒不住人。俊英的事儿早就在我心里了结了，可我们谈得来。大姐，小石，你也在家呀？今儿怎么有空来了？啊，哎，他们还没来呢。没有，约好了在这儿集合去西山的。都谁呀？有刘俊英、邱二宝和赵永丽。大姐，你也去吧。不了，今儿晚上演出，下午还得化妆呢。啊，那我到胡同口看看，他们弄了一辆车来。哎。你看人家姑娘一捯饬也挺漂亮的，小石心眼好，为人又稳重又娴静。大姐，你看你。大伙拉你出来散散心。哎，你别摆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在部队里立过一次三等功，入了党。复员的时候真想大干一场，可到了春城一看，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。我一肚子的牢骚，可又不能像别人那样去发，只好装哑巴。你到了春城以后，我的心慢慢的热，只要不灰心，完全可以干出样子。我看公司钟书记行，跟他谈了，要求店里成立党支部，选支书。您说了吧，我想当这个支部书记，跟你吊起来一块干。钟书记是支持我们的。哎，开饭喽！哎，来了，走吧，吃饭了。哟，好丰富啊！哎，这有什么好吃啊？看看。二宝，给我，给你。哎，这个我来。给我瓶。哎，那个。
快来。老钟，啊，你们来了啊！哎，小赵，坐我的车，你赶快去把石新局找来，带上今年全年的账本，快去快回，等你们开会啊！情况有变化，别问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好。哎，你去把牛红找来，恐怕有些事得问问他。他没来上班。昨天我通知他十点来的。可上哪儿找他去？他大概到集市上去了吧。我去找找看。哎，快点啊！哎。哎，二位，黄伯，这谢谢师傅啊。牛红不能，牛红啊，出现新情况了，让你马上回去。好，走嘞，师傅，慢走啊。放这儿，装给你。哎，放两大不能，太不。还有二楼改雅座，铺人字形地板，找国营安装公司，他们提出一年以后再说，安装费要7000元。我们店里师傅介绍了三个退休老木工，每人每天10元，中午饭店管吃。干了7天就完成了，又结实又好看，才花了360元。每天中午有李师傅陪着吃饭，牛经理从来不陪吃陪喝。安装锅炉也同样，我们请了5个退休工，管了1天饭，每人给了10元钱，当天就把锅炉安装好了。嗯，这白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承包人的姓名、地址，过去的单位也盖了章。再说，联系人和经办人也盖了章。白条是不符合手续，可这并非弄虚作假。我们不是说他十全十美，可他已经是成熟的饭店经理了。嗯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请回去吧。啊，再见，老钟同志。怎么样了？你们来了，我们跟海燕等你。金，走。这回牛红该回春城了吧？嗯。他的疗养期啊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公司答应以春城为试点，搞综合治理。看来棱角还没有磨平啊。他不会的，嗯、这下咱们春城可有奔头了。走，回去谈。哎，等等，走，你们俩先回饭店吧，我和小石再办点别的事儿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我背吧。你倒是说话呀，叫我跟你出来办什么事儿？到四连理发馆给你烫个头。哎呀，这算什么事儿？我从来不烫头的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慢着，试试嘛，要好看呢就留着，不好看呢再改过来。脸不好看，光把头烫成花有什么用？这一年多你对我帮助挺大。我牛经理，你就是哦。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感谢你。
不用了。哎，等等。我说的都是心里话。我去和赵永丽商量商量。赵永丽？我已经和赵永丽订婚了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。再见。